我也放弃。长沙，过睡觉冠军，闻着烟草，在哪儿？数到小数点后第30位。妈呀！哎，Come on, people！ 哇，这是男模吗？哇，你好帅啊！没有，你也帅。哇，他好帅啊！去跟他比比颜值，怎么称呼？我叫严。严。严。啊。这是我的贴纸，这是每个人会有一个。谢谢。我是严，来自上海，身高1.87，唱跳歌手。我是派。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香芋派。 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登上过舞台，像这次节目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庄定欣在香港发展，朱诗威。恭喜所有选手集结完毕，解除我的封印吧！欢迎大家。 欢迎，老师好。派帮我想一个新的个性签名，还有名字。那老师，你觉得你的个性签名更多的是提醒你自己，给你自己看呢，还是说展示给别人的一个形象呢？嗯，哇，你们这么厉害。<笑>其实我之前的个性签名并不是个性。 其实我内心是这个，贼愤怒那种，但是结局非常好，还是问的好，好深啊！什么事儿能让您破防？导演组快救！老师，就我想问那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我可能去，怎么克服紧张，让紧张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状态，而不是被紧张捆绑。如果你回来吧，欣赏你们的脑洞。 OK，你青春。哇，这个，库德拉比的那个画，水。谢谢牛油果，谢谢。如果给你3分钟，你将。Oh my god！ 帅。我不会抢，因为我不清楚情况，我要先观察一下局势，然后再决定我自己的顺序。找找看。什么？ 什么东西啊？大红包和。对于舞台这件事情上，我是蛮有野心的。好嗨呀！现在。 一上来，我肯定希望我选谁都赢。李大奔，李浩宇，现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有哪位选手想来挑战呢？请将自己。那么，宏宇就成为了我们。我就是我。你是不是确定要去？我要去，我给你抢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嗯。 你那么想打邓丽，蓝色的挑战位上，他要去了，天哪！谁？Let's go, man！ 哎，好多人想选呢。车上的时候，然后有跟李昂心比较多。上次坐左边的那个，那位李阳宇。 我想说，我叫李昂星，你有痣吗？只我没有，没有，嗯。9进3对决，强者碰强者，就是有人赢。他们是不会放弃，哪怕10个里面选一个，我也照样没有。嗯，我不想走。